상태였습니다说实话就这样就送别送啊别送我都说别送了非得要送完了找错眼了谢谢凯先生的一个飞机谢谢凯先生的飞机把凯先生封了就是他送了个飞机让我把眼儿插歪了这波都不防赶客了这老母鸡给我整个整个水晶瓶谢谢用户915抽一下瓶呢猪皮瓶呢瓶呢瓶呢红木抠抠一下这是不是要回家了有猪皮了吗有猪皮哎，猪皮加多少护甲？还有19秒了，大哥们，来个飞机吧！谢谢扑了蛾子，感谢饺子睡醒了，谢谢借猴麦吗？来的是真快，这狼人。套点盐呗套了是吧行啊恭喜破了格子狼人挺能抓呀嗯你的狼大哥帮你抓成这样你说你也不行啊这不依旧是一个弟弟吗鳄鱼今天要吃猪吃猪肉来好勾引蓝脸汉勾一下退线你还要吃波塔皮呀、啊、行哎哎哎哎哎鱼天哪吓人呢这狼人可太吓人了咱先来一个铁刺鞭对面这狼人挺厉害的这把节奏不错的就是哪个地方他都出现虽然他有点笨先扣一下没扣到铁刺鞭打猪皮平 A 一过来平 A 平 A 晕 A E A 扣平 A 这老母驹这英雄好弱呀我操真的好弱我感觉打近战也不行这玩意儿
红木坑平A，操！我吃个塔皮，你有脾气啊？抽你一下，在这蹲他一波，把他杀了！驾！阿古尼卡尼斯拉。 척을 처치했습니다. 더블 체크. 一上来抽一下，平A一过来开大招点燃红怒晕 ，A 接可解战斧，错了，解自编。你以为这老母狙他挺幼的，其实他一点都不幼，而且伤害还低。 完了还是点燃传送，整个一废人，他已经集合了所有的缺点于一身，我感觉，伤害低，又不右，位移能被挡，还不带闪现，AP 还打不了，远程更没法了。 那连点虚区都没有，也不知道干啥，硬追呀！我可回家了。 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带点烟跟传送的，全部都带点烟跟传送。300，你瞅这鳄鱼腿线都快，这波一打二能打不？ 狼人到了，这波一打二，我说实话可以打二，差一点点，他有大，没有大的狼人应该死了，我还没办法躲他的大招。 我只能让那狼人回血，我差一个 Q，Q 完以后他就死，哎，差一点点呢。还一打二呢，一v一都够呛，你可拉倒吧，大哥，你会看伤害吗？还一v一都够呛，我天！ 那狼人把E一用，我直接一套把他打死，他还一v一都够呛，那不 R 回的血吗？恰。 我就知道这狼人害得搁旁边，他挺能干咳的，他特别喜欢干咳。我发现这个狼人，这兵线让你推的。 没点燃，他去打峡谷，有没有机会？嗯，有机会。
这边直接去峡谷找他，不要让他打峡谷。直接让他拉脱。저기학살중입니다好了，耽误他节奏。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老母鸡去下了，这个狼人我估计他还不能走，他还得上来。我们看见老母鸡那一瞬间，我们就得走啊！这波，看到吗？这得赶紧撤。这峡谷不可能让他打。把针眼都给他拔了，我们恶心他，你知道？一个打野，打到这种情况，有我这种上单，他是最恶心的，你知道吗？我峡谷不让他打，眼儿我给他排了。线儿他也吃不着，他也没法干咳，他抓我他也抓不着，我们就恶心了。这边他得去下，我跟这老母鱼打啊，可以试试。这根本也不走啊！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下他要不去，龙就是我们的，无所谓，爱去不去。换了可以。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파괴를맞이하다들당했습니다把一血塔拔了。我有点不敢往右边走，我往右边走可能就有人。来。来跟我的，跟我来刀锋。没人来呀、啊。人有点多呀，没事，他们不敢追，他
其实不应该打，那有个奶妈你咋打呀？那奶妈不一直在那奶吗？我来个小反甲吧，算了，不要小反甲，要小反甲没有用。这把死刑应该有人出。你们不杀的奶妈，他不一直在那奶？先杀奶妈呀！下点小龙打团吧。下点小龙100秒，正好我点眼好。你不等我，你们就跟对面打、啊。早点跟他们打信号好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对面有没有传送，我应该早点跟他们打信号了。你说你们这块来下呀，那狼人搁左边呢，不往下走，往中走有什么用，又抓不到人。猪妹儿快超神了，那超神咱也没办法，他们自己送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想想，一个上路一直被无限单杀的人，他能超神？你想想这队友是什么东西？你自己想一想。这奶妈是不行，杀不了。赶紧打，伤害够。你撤，不要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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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人来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走。
他们全是回血的，我不出死刑，我就整个小反甲吧。哎呦我天！我废了，兄弟们，该你们的了。我先把这狼人给他晕了。我好挑，漂亮！哎，别炸呀，干哈呢？是不是有精神病啊？高地能不能掉？不是吧，害罪呀、哦！哎呦我好，好狼人，往上冲来！哎，好冲！还往上追，还有我们家这瑞饼跟我，我们俩无限勾引对面，给对面打上头了，给这狼人直接脑淤血。小龙，快点打，撤！这我应该是走不了了，撤！信哥，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回头！这条小龙死了仨，这也没办法，龙拿下来就行了。这信哥应该也够呛了，拖，硬拖，哎，拖，拖住，拖，使劲拖。好，我的办法，死死吧。闪现呢？闪个屁闪！刚才那跟狼人玩赛跑，我才不闪呢，我闪了白闪。三条龙还行，有一条龙让对面拿了，要不然我们都四条了。小心点 ADC。我们几个搁这干哈呢？也确实没什么东西可以拿的，只能在中路晃吧晃吧。
来。不敢上，没事。那团战打起来，我说实话，我们得去杀奶妈。我们来杀奶妈啊！可以，漂亮 ADC。哎呦，我一波能不能？能不能一波？费点劲好像，费劲吧。好像不行。哎呦！快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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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我有挺进！完了。他们要打龙了，大哥！快点翻墙！真打呀！卡牌！我操他！哎，刀锋！刀锋这边虚区，完了 ADC 死了。哎呀，这不行啊！小龙也得没呀、啊，大龙没了，小龙也得没，大龙小龙全没，不一定能打得过了呀。偷家偷不下来，那没有攻速，怎么偷得下来呀、啊？我们打小龙关键太慢了。我先晕他一下子。俺们没有传送啊，奶妈出金身了，我们家伤害全靠这 ADC 一个人打，现在其他人没有伤害，包括那个刀锋。刀锋咋不出轻语呢？出这些破玩意儿呢？我感觉我来个钉能挺好的。走走走走走走走，刀锋回家了，刀锋回家了，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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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打，不能打。回家出春哥，对，回家出春哥。我们下一波要杀他们家波比。
我们下一波不杀奶妈，杀波比。那奶妈有春哥，不是有春哥呀？奶妈有那什么，有秒表。哎呦，痛痛痛！别急呀、啊，我没这呀、啊，大哥呀！我操！没有灵性啊！我特意点的信号，我是让他们撤退，他们没有撤退，我就怕他们上了。